那个周川老师，嗯，处理他有事儿，但是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好。啊，所以说落魄神书的首发日期是确定是在下个月书展期间了。嗯，刚确定的。1050本会不会太少了呀？要不然1100本。100本的话，会不会让你的手太酸了呀？没事儿，只要书迷喜欢，一点都不觉得累。谢谢周川老师。周川老师，你放心，书展当天我一定第一个去排队，第一个拿下你的签名书，为你加油。现在你就是第一个了。嗯，谢谢周川老师，谢谢周川老师，谢谢周川老师。阿翔，我问你啊，最近初里有没有什么奇怪的新闻？最近初里没有啊，都挺正常的。啊，没有那些比如说什么怀疑谁是谁，谁不是谁这种事儿。没有啊，都挺好的。哎，那江雨辰呢？有没有最近经常出现在圆圆？江老师也没有啊，最近没来。啊，阿翔，你作为处理最好的闺蜜，一定要时刻提醒他，要多对自己的作者上心，我才是对他最重要的那个人，不要对那些莫名其妙的人分心，不值得。我懂。周川老师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劝处理的。女孩子一定要专心搞事业，对吧？啊？一定要专心搞事业。啊？哎呀，我为什么要陪你来做这个呀？别打岔啊！你刚才说处理怀疑你就是狐狸精。但是你却咬紧牙关，坚决否认了。这是从我3年前那个时候刚从网上认识他第一天开始，我就下定决心，一定不能让网友见面这种老大的事在我身上发生。哼，我看你是不敢认吧，你肯定有什么黑历史在你手上。我能有什么黑历史啊？我这一身洁白无瑕、干净透彻的，我连我每一根头发丝肉是白的，我连我没有一根头发丝肉是白的。你要是再笑，我真的把你套麻袋里一顿暴揍啊！哎，这位同志，注意你的言行啊！你也不看看，坐在咱们身边的都是祖国未来的花朵。小朋友，听哥哥的话，以后千万不能打架，打赢了坐牢，打输了住院，不能打架哦。周川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把初里当你什么人？当然是我的人啊！你是问我说，我为什么不承认我是狐狸君？我其实不是害怕，我只是觉得，我大号每天都跟他在一起，小号相不相认的无关紧要吧？那你这也没有回答我问题啊！我问你的是，初里对于你来说究竟是你的编辑、网友，还是你喜欢的女孩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行，我要追初里，你没意见吧？我当然有意见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看他这个人吧，又那么傻，回头被你温柔的假象给骗了，到时候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跑回老家去，你说我怎么办？你这个人啊，从小到大性格都这么别扭，明明特别喜欢一样东西吧，还老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初里喜欢的不是我，也不是你，他最近是不是又认谁了呀？我怎么知道这事儿啊？不可能。他最近没有作案时间，
处理拒绝我的理由是，他喜欢他的网友狐狸君。狐狸君？处理喜欢狐狸君？对。不可能吧？行，你不承认你是狐狸君更好，那咱们俩就处在同一起跑线上，以后啊各凭本事吧。我俩，哎，我店里好像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你慢慢转吧。我，我下不完。狐狸君。我怎么就没看出来他喜欢狐狸君呢？之前不是开玩笑问他要不要网恋，他还让我滚了。有喜欢的人还问我喜不喜欢他？27岁老男人的恋爱就不是初恋了？赵川跟狐狸君，他竟然选狐狸君，什么眼光啊这是？谢谢你派小白来帮我的忙。好，再见。哎，什么场地啊？那新疆的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想给索恒老师办个作者见面会，江老师找了他朋友给我免费场地。哼，这么好心呢？我的书友会也没见他给我打折呀。周川老师，你明天是不是没什么事啊？能不能拜托你去参加一下这个活动，替我撑撑场面？他的书友会，我去干嘛呀？我没看过他的书。我是担心，万一索恒老师要是明天真的不出现的话，我会被他的读者群殴的。你是担心，如果索恒不出现，就把我放出去，以免你遭到群殴？你想多了，我是想着，如果你去的话，说不定可以替我挨几拳。嗯，群殴倒是不至于，读者也没几个，但是你会成为圈内的笑话，人作者本人都没同意就帮人办活动。说真的，要是索恒老师明天真的不出现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他会出现的。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同为作家的直觉。好吧，虽然你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但是我好像真的有一点被安慰到了。我去准备明天的资料了，老师晚安。